一直在不断努力奋进开拓事业的小姐姐们，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也是愈加严格。超越妹妹爆料，最近团员们都在努力减肥，还曝光了这两天因为变瘦而喜提热搜的大娟和队长亚米之间的减肥比赛。大娟前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很多人发现说你瘦了嘛，然后是就有对自己的身材方面做一些管理。其实就是管住嘴，然后迈开腿。一般会买小一个 size 的衣服，然后激励自己。说到段奥娟瘦了，我就想到亚米。亚米跟奥娟平常都是两个人在比瘦，然后化妆师说：“啊，老师你帮他化瘦了，我不开心。”然后我看到那个热搜的时候，我在想亚米的心情是怎样的。要发表一下吗？亚米说：“我觉得非常开心，大家可以看到段奥娟的进步，然后作为姐姐也非常的为她开心。”